灰狼指使，随时听候吩咐。当当，您是小熊挑中的幸运顾客。谁说只有温驯的小熊猫才最可爱？你喜欢的只是我手中的这只雪狐吗？想满足某只馋猫的胃口可不容易。拥有你，是最值得我炫耀的事。我找到了全世界最甜的味道，你要品尝吗？喜不喜欢，你闻闻不就知道了。你想要逃到哪里去呢，兔子小姐？如果这就是今天的报酬，那我收下了。